这被大克怎么办，兄弟们？还有追吗？有追吗？有速度对不对？被大克怕什么？有速度能干啊，兄弟们！小死直接摁摁法系。对面不也说，对面物理系速度比主装方面还要快啊！对面物理系速度这么快，比他妈地府还快。还好对面没点，对面要是点大行的话，这回合主战方面裂开。好，顶血顶给了物理系啊，点的法系。对面三叠青虫是吧？飞了啊，没有出现，他叠过来没有出现血条，又是飞了，这是梦幻西游的新的一个显示方式。没死，163了应该是。有宝宝跟，战神花青你不会善宝啊，战神花青，花青怎么说花青？恶宝，花青。可以，花青没问题，没死，难受，可以砸啊，可以砸，500死了，神了好几次对面，啊，只有三回合，收益不大，化身赶紧补充，再给屠刀，对面物理是大客观阵啊，四刀直接扫女儿，啊，配合善恶杀，对上方也是善恶。小死后挂中，小死后挂有点吃亏啊，这血量有点吃亏。对面也是善恶，2300伤害很高，又是恶包，还能顶吗？又是恶包死了，神了！最后一只善宝，最后一只善宝，包善，包善，你最后一只包善的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东西你们以为是啊？女儿有愤怒了，对吧？是还可以的啊，这女儿有分数了，现在也可以进了，不怕了。你这样不然女儿死了也难受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死啊，顶住，对不对？可以清啊，这把可以清，法系也可以烧，对吧？对上法系倒地，但对面法系这回合也可以起来，先清。和尚可能要撸管。好，恶魔风大行特技啊，发霉野兽没中啊，金青抗风。好，撸管啊，11600。贼村女儿血好少啊，青青加2100，11600舍身，116002100，13700。今天贼村女儿血有点少，刚才又300血了，14000血。好，起来先天魔对面。善宝加了一千啊，15000，那就是15000。哦，善宝加了一千，对对对，15000，也没少，15000。那么前期自行车节奏还是可以的，点死压制了对面一个法系是吧？压制了对面的法系，那么自己物理系的话也是野兽补出来了啊，暂时，但是物理系的速度还是跟对面比还是有点差距，对面物理系速度特别快啊。好，长驱再给手，但是对面又再次触发163啊，宝宝应该会跟，啊，宝宝应该会跟，看不到弹幕了，哎，弹幕被他们刷那个积分刷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些人老是刷那个积分，我烦死了都，别老是刷那个积分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啊。老是刷那个积分，刷的挺烦恼的。
好，再点啊。那么对面这小死亡是后挂的啊，但是对面法系倒地的，其实想点上还是要配合善恶的。当然有盾啊，可以了。啊，出了蛇配法系没有走，走善恶善爆了。顶血，开了封印，还有两只，两只不一定能死啊。怎么说？善爆 ，OK。没毛病，不死就行。对，我出去切一下啊。怎么搞脑子的这？就这把他点了啊，苍白提的还不错，苍白提的比较不错。正好对面，哎，其实对面小死亡要早挂的话还不一定的，哎，不过早挂也应该死不了，只多承受10%的伤害嘛，对吧？这血量，对面全是出善爆了，出一只恶爆，主战王这边就要这个大王就要交。对面物理师的速度太快了，乱敏了有点。凝视了一把，凝视了一把，对面补流云了。凝视流云正好是补伤的，这速度还是。对面大堂是穿刺大堂啊，四件穿刺装备的一个大堂，很猛。好，三叠啊，再青虫宝宝直接飞了。如果嗜血直接砸出去，就第一下直接是不显示宝宝血量的，就是直接飞了。现在这个显示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以前这个显示还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显示都是这样的啊。压制对面法系的话，对战方的确也是点不了出来啊，点不了人。那法系出不来，他大行对吧？防止罗汉了啊，给了把无魂，但是没怒啊，就要村估计啊。啊，破甲给化身，摄魂顶啊，刺1300，2100，2800，再来一刀2100弹甲，法系应该直接砸了，不一定能死啊。但是啊，正好是被对面罗汉了，2500没死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对面罗汉了，没罗汉不一定，有罗汉肯定是死不了。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这啥死啊？1000，有罗汉须弥都换不了啊！是宝宝还是比较争气的啊，三次恶宝，雪顶拉了法系，小怨雷没跟，女儿应该不会换须弥啊，有罗汉应该不会换，法防卫式的这个伤对吧？换不了，没罗汉肯定死了啊，没罗汉肯定死，没罗汉铁死。他女儿和这宽战女儿村没有笑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笑的话，把罗汉笑来就好了，给了把无魂。好，坏了！大水，水蛮金三的只比较凶啊，1000，哇操，够狠，铁，这个硬啊，兄弟们，有罗汉硬换是真的硬啊。头铁硬对吧？啊，这硬吗？硬不硬？对面和尚可是没有什么人心的啊，只有3层人心倒下去。对面法师还是个师弟单位啊，换死就很赚。很赌啊，很赌，这换本来就是赌对吧？那你万一就是有罗汉的，你不暴击是死不了的啊，这个实话实说对不对？不暴击你是死不了的啊，那不暴击死不了，对面女儿能顶一个大金上去合上一把舍身，那其实就是送一只宝宝嘛，是不是？这种东西就赌嘛，赌
赌成功了，赌成功了。这把暗法系只要剑斩就可以了，打真女妖村，防止对面女妖村。这把打真女妖也是很秀啊，对面女妖也撑过来了，提前。先炎掉啊，没有去点对面法系，因为就先炎掉再说啊。炎和尚嘛，对吧？炎和尚还是收益比较大的啊，隐翅。破血清爽，造成一个人死重飞，对面宝宝质量还是可以的啊，破血3600的三个没飞，大蛇好凶啊，10000啊。好，对战方选择的干将，这个大行啊很凶，虎头大克，伤害的确是在的。你看群苗女要4000血，神了，感觉不太好推啊，感觉不太好推。那你没办法，还得继续点啊，啊，还得继续点。啊，赶紧顶回春，防止女宝被剑斩点死。这回合其实是不太有环境去点，不太有环境去点，因为你这大唐没宝宝，对吧？法系没招，什么状态也没有，那咋整？好，再顶和尚，对上和尚三回合的一个小死，好像被延长了一回合是吗？哦，没有，刚刚演完四回合。好，破血继续清，对面物理系的伤害是非常高的，紫禁城这边大女儿得找机会限制对面物理系出手，剑斩，5800死不了。怨灵飞了三个，我操，这他妈怨灵飞了三个，你敢信？双蛇了对面，的确是不好推，你这蛇推不掉，这回合点上有点。上回对面顶个回春的，啊，有善报善恶，1400，没有打出163，虚弥秒没点秒，哎，这把是没点秒，能点秒把对面法系秒死也赚啊，对不对？太赚了，对面没上线，顶了那么多回春，好不容易把法系的血量给顶上来了，没点秒。缠住推宝的血量，然后得出手，还点吗？毒了，出手。那对面没上线嘛？他死人就是没上线，你很难受。他和尚死了这时候，这回合是炎了啊，化身被对观战方这边这个诅咒之上，这个怨不之气的一个状态，红色小点点延长了啊，这样的他一直顶血啊，开封。下把对面很可能会点杀，很可能会点杀下把。那这时候点的话，必点你大行，必点你大行。因为他双蛇成型，对吧？因为他双蛇成型，那么点你大行的话，你只能靠宝宝来清蛇。那紫禁城有善恶啊，这种宝宝情况下面清蛇是不太好清的，因为现蛇都是护盾的，对吧？你尽管是，四力皮成型的话，也不一定能清掉，护盾稍微出出就完事了。啊，三飘中了这么多单位，中单位，中两个单位就舒服了。这两个单位是最关键的两个单位哈。好，一维拿一把速度，物理系速度拿一下，有无魂的法系的一个防脸动作，摄魂。还选青蛇 OK， 因为这个时候对面和尚是倒地，那么紫禁城对于蛇的血量把控好的话，青蛇应该是比较顺利的，和尚保不了嘛。
打打榜啊，兄弟们啊，打打榜，马上20000票了啊！有打榜的给主播上一上，右上角的打榜帮主播上一上啊，这第五名啊，打榜上一上，右上角啊，点点啊，他帮忙点点啊，点点发财啊！那么紫禁城这时候还是要突破，这回合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机会。但对面出了一只神马，这神马的速度不知道快不快。神马如果速度快的话，这回合对战方是可以构成点杀的啊！神马开一个，对吧？女儿开一个就可以构成点杀。两半位封马，而且大唐被封了，扫反正扫。看一下封法系还是防点操作啊，相思寒针打了地府防点防小死，观战友和尚可以保摄魂再点还是轻蛇，好满天，这大唐啊由于被大克伤害是不太够的，破血哦，法系金星罗汉，这样一次一来对面和尚就可以起来了，可以起来了，那和尚应该起来会活一血一下，紫禁城这时候没有找到机会继续把优势扩大，和尚虽然点死了，但之后我觉得紫禁城这场 PK 应该会围绕这个和尚去打，OK， 山神花青最后一只宝宝也是可以的，打出善报来就要被喷了，对吧？压力很大，山神花青压力也大，对不对？打出善报要被喷的，好推防御圈，没有去直接推拿。心也很大，直接推防御拳抓物理速度了。这回合紫禁城女儿被飘中，和尚有金青的话，要继续点和尚也可以啊。和尚如果有金青，前期和尚得有青，对吧？和尚有金青啊，是可以点的。遇到三层灵元，他推拿也推不了多少血。然后女儿估计还得笑一手对面女儿村，女儿还得笑一手对面女儿村。武魂傀儡给和尚，封地府防小死没中，继续点了。那既然点死你一把和尚了，我肯定刚刚是我说了对吧？发魂侠，哎，没点。哦，那你武魂和尚干嘛呢？他没有唯一的和尚打你，对吧？你武魂和尚，武魂和尚就是不让他推拿嘛，是不是？地府小死亡继续挂出去，你扫过去的话也是可以的，也是他就三层人心，他也没能推多少血的，对不对？你法系手两开就行了。不过也不好说啊，对面女儿是没封中地府，那封中地府的话，点死和尚也没收益了，说把他人心干掉，你这样一来，对面和尚就起来了，起来和尚一旦血量回复上来的话，紫禁城之前积累的优势基本上就没了，基本上没了。感谢粉丝卡，你们要 刷礼物的都感谢一下，我他妈是真的被这个积分刷的我头都疼的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说话好吧。打曲阜是翻盘了，赢了啊，啊，无魂解三个七宝解无魂啊，解掉了，啊，封女儿没有中，对面一手飘中两个，
这样一旦中了之后，主战方这边你看醍醐灌顶，他要点还招蛇吧，估计还是要点。我看水晶马蟹招蛇了，要不要招双招？点了，很被动。这种点杀其实对紫金城来说是很亏的。水流的法系也可以防小死。啊，五项主动，1500，没有触发163啊，还行。他有没有点拉嘛？不好说的。他既然水清了，可能会有点拉操作。没有点了，那么限制了对战方一回回的一个召唤。我小死没中，地府被飘中了，而且对面女妖是水清的。即便你地府被飘中的话，水清可能小死亡也不一定中得了。明轩云这时候倒没怎么进攻啊啊！不过也是刚刚从劣势当中缓解过来，所以没进攻的话也是正常。和尚继续再慢慢叠人心了，对吧？好，风灵火山之间提速啊，拿一把速度啊，这把速度拿了之后，对面女儿下回合可能是有清清了啊。好，换双招。化身水晶，女儿三标的啊，女儿飘中了，化身水晶，对。不是有一首水晶法系的，哎，不是，化身也没怒啊，谁水晶法系？我记得有一首水晶法系。这个时候其实就优势基本上丢的差不多，不过他法系死了，这时候和尚是没有人性的，紫金城还可以围绕对面法系去打。鹈鹕了是吧？鹈鹕是解不了小死的，其实主要是飘中了。看谁先点吧，明秀的点杀成功几率是很高的，紫金城大王起的盾都不一定有用，因为对面大王一直没死过嘛，他状态全部起来了。所以对于紫禁城来说，你拿女儿速度只能先发正确，但这回合风铃火山的时候女儿也没速度，看如果大概率如果两边女儿都有金青的话可能会双金。啊，奇迹如风啊，对面女儿没有选择金青啊，封了女儿村，使人推金刚，这是要点杀的节奏啊，没有去活血化身金青。好，小死是要点他节奏，点法系，物理系速度肯定是不用想的，对对方物理系必一速，1800，3500，伤害很高，少到第三刀就已经5000多了，第四刀少了6000多。好，罗汉接了一把，有金青没有？哎，这蛇可以啊，咬死对面法系了，关键还是少蛇。那血量其实已经很残了，法师。那对面法师被蛇 A 死了，三叠没有清。宝干飞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点拉吧？啊，点拉了，但是有163，能不能出看一下。挂中四回合，其实被点死也无所谓的，没什么收益，其实只能缓解到贼，让紫禁城这边不能点杀，因为紫禁城蛋塔大王被大克单杀切不进去啊，死了。不用法师跟都死了，取秒。好，金青，我上肯定是活血。那紫禁城这样一来，紫禁城是不能点的。对面地府大概率会延吗？可能会延啊，因为他延了之后你点不了。好，反杀法系，出宠啊，对面也没延。只有三回合又有蛇在，也没什么花招，用善恶杀了一把。这时候法系倒地的大狼踩轮子都不能出树的，只用善恶壁垒杀。两只出了善包，一只壁垒出了
正式伤害。善报先打，那么我估计即便对面不金青的话，可能也死了。家家陌上现正三指挥什么东西啊？说了不等了，你觉得紫金城能赢吗？来，这个时候哦，水清物理系来了，这把点杀，我操，明轩打得好好啊，基本上每回合都是算死。上回合女儿金青解了化身的封印，化身活血活出来了，导致这法系没点死。本来紫金城是可以点法系的啊。那这样子又水星大堂再来，这把点大堂的话，紫禁城我估计是没有防到的，因为封了物理系。啊，点大堂扛不住了，2900、3500、4600空切了啊。那么紫禁城女儿必来给针啊，必须得给针。你点法系不给针也就算，你点，这时候你他点了你大堂，你必须给针。大堂死的真的是很伤。为啥我 CC 不显示互动？互动在这个里面哈、啊。这眼睛哪长哪去了啊，兄弟，长哪去了？哼，银币啊，可以啊。那么活血了法系之后，法系的血量是上来了，但是对战方这个高额的伤害其实还是紫禁城现在最头疼的事情，他宝宝现在也差不多基本上是全的，就除非神马才能血了一点点，还是有防止的一个大堂的一个单点。那么紫禁城虽然大堂倒了，但是比较好的地方在于哪里呢？就是我女儿可以撑，对吧？那么再加上我双照成型啊，其对于明秀园的一个牵制其实还是能牵制得住的。这宝宝是真的奶，还他妈神了。啊，这边说二狗剑会是泰迪，武神男是藏獒。武神男有点厉害是吧？剑会感觉啊有点麻，是这意思吧？比我好，那肯定比我好，我操，我他妈的不是算指挥都算不上，比我都差了还能算个指挥吗？是不是？好顶，物理系被封是吧？对方这个操作的话大概率是不会点的，地府这时候还是被打针，要青蛇啊。对明秀来说还是得青蛇青牛，幻魔肯定是必须得清的。大克的伤害是比较高的，秒女儿都是5000-6000的秒，那不清蛇吗？还有罗汉来扛。好，力逼清，暴击。紫禁城这时候神奇宝宝血量有点残，所以说和善道可以用灵元推一手啊，可以推这个宝宝以及蛇的血量都可以推到。啊，可以起了，没让对面延出来。那么下回合紫禁城女儿村还有灵元啊，但是我觉得明秀园这回合不会去青蛇的啊，既然这么打的话，明秀园这回合肯定又过来了，可能又过来点女儿了啊，可能又过来点女儿了。看看狗会不会做防守，红叶伞防了，对没了，换了只宠，把活血给了法系。蛇卵可以开物理系封印啊，好，摄魂顶蛇啊，还是青蛇，但是必须得防，防还是得防，对吧？你不管怎么样防，必须得防。蛇神了啊，舒服，顶了回来回溯，确保物理系的医术。
哎，贼吃也是觉得对面很可能会点女儿啊，所以说宝宝卡血对吧？女儿立盾，防守。那贼下回合，其实只要这回合保证女儿不死的话，下回合其实有零元啊。对战方对吧？点死其他人物单位是不慌的，三个盾对吧？你点的只能点大唐啊，点死大唐我也能吃你，那么我大唐在短期之内能起来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怎么你们啊？算了，我不说了，好吧。这有些人来疯，对，我不说了，你们这刷完了也就没了。我一说，你们他妈的都个个都上赶着，别刷别刷，偏要刷，对吧？啊、不要打榜啊，兄弟们啊，不要打榜，这边不要打榜啊，这边打榜千万不要打，好吧？看看没事的，不要打榜，右上角的榜不要打。手机用户点击排行那边看看有没有打榜，有的话不要打，好吧？礼物都不要刷，好吧，不要刷礼物啊，没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不要刷礼物，好啊，兄弟们，礼物都不要刷，好啊，主播富二代啊，千万不要刷啊，刷礼物就是看不起主播，好啊，侮辱主播了你，对不对？刷礼物你就侮辱主播。好，碎玉啊，紫禁城要优先掌握一把点杀的权利，对战方真了，对战方新增地府啊，新型先发制人啊，不让你点。给宝宝推了金刚，准备清蛇啊！烧死，没有立中。黄泉啊，纠结着物理的一个速度。啊，金刚拿到物理移速的情况下面，可以选择优先进攻啊。但是地府被打针了，没挂中。大唐应该会起纸人，对面物理起啊。哎，对面物理干嘛了？扫蛇了吗？没出手应该扫蛇了，砸了七千啊，死了。啊，这回合紫禁城并不赚，甚至还有点亏。并不赚，甚至还有那么点亏。你们还送这个积分是吧？我下麦了，看你们怎么送。等等，我有互动不能下麦。送了我弹幕是真看不到，我的弹幕一个字都看不到。我下不了，我开互动了。真要把半区清空了算了。那开了互动下不了，真的是。我真的太难了，兄弟们，我本来都要下麦了，我操！主播被人送礼物送到下麦，你们见过吗？阿金，我的积分等着换高兽爵，不给你是吧？好，兄弟，没问题啊。他们都是笨蛋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笨蛋，把这积分免费送给主播了，主播换高兽爵，嘿嘿。啊，又是一把风啊！那么喝酒风对吧？他喝酒七级罗风了之后啊，他的大幅的速度基本上要是拿到了，物理系的速度也好，对吧？女儿的速度也好，基本上都是拿到。可能会点啊，可能会点。X 这在吗，兄弟？这做宝石这哥们在吗？心痛，只因心动，就这个头像的这个兄弟在吗？你问一下啊，帮我问一下啊，谢谢。啊，法系没事，点上这163效果真的是非常好，好用就完事了。163，无相根死了，无相根死了。对面物理的速度太快啊，打扫出了163地府毒能回血，
但是对面法师无相跟上是死。天使法器四回合，主战方这边女儿还有灵元啊，可以继续打身。那么这时候对战方物理系起来，这个时候但是对于关战来说啊，女儿肯定是要打针的，对不对？女儿肯定是要打针的。然后这法系啊，这把女儿就不用针，真的，我觉得针毛啊针，对不对？上回合让他赢一把，要针要针要针，他他妈三点零元了，怎么不针？不针他妈不傻子吗？针是针，必须针，三点零元，不是一点零元，一点零元赢一把就赢一把。好，海风地府，因为紫禁城大堂是有剑斩的，所以说对这方就是要封地府来防止主持上面剑斩点对面人物单位，特别是对面那个法系。化身选择了活牛啊，再抓啊，两边物理系大堂速度很较劲啊，紫禁城这边是很想要这个物理速度的，你一旦没有物理速度的时候，对吧？你这阵法又被大克啊，难受了。好，再推金刚。那么紫禁城这时候法系倒地了，四回可以起来了，已经。对面也推，地府金啊，解掉小死。哎，紫禁城进攻节奏实在是打不进去啊，感觉对战方这防点杀伤害是在的，大狼也没死过，伤害威力在的，尽管被打克，伤害也够。七神金风，对战方物理系死了，这状态清空。不过对面本虽然大克，但他的物理速度调太快了，你知道前期，他地大王速度比地府还快。这种点杀其实相对还是很亏的啊，大王扫出去了，一旦扫出去就自己就处于一个被动状态了。本来对战方物理是没速度，是跟大王可以起到一个威慑作用，而且没有幻魔，而且没有幻魔。也是一手封地府，防止对战方剑斩点杀。对战方也是有剑斩的，小女儿提前笑，地听安排了一只。下回合的这个地听，紫禁城这边有剑斩，对面女儿只有一手封地府了，她除了封地府还能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封地府防小死就完事了，我估计啊，这回合地听应该是女儿加笛子和尚金青，对吧？地府挂小死给对面，然后剑斩。那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地听秒一把剑斩的话，我觉得你们会觉得点谁啊？你刚刚女儿笑了，这回合他女儿不一定够，笑里32点愤怒，塔长24，等于说才扣了8点愤怒的两回合，那女儿也没被打到，地听出手了应该是啊，那和尚应该是金青，女儿没灵元哦，女儿没灵元，没灵元怎么加？
那这已经出手了，应该是和尚加的，要不燃梅林园和尚应该是和尚加的。那自然出手了，肯定是要加笛子出手的。好，先锋女儿。好，韩琛打了和尚吗？果然不让和尚加笛子，就是没有笛子的地挺。和尚立正，威力肯定是比较虚弱的，秒死大唐。这把，哎，没点大唐秒，我操，这他妈也能秒三千多吗？暴击了，法爆加法波。那地府就走了孝陵，那所以说紫禁城这回合大唐的大概率是不可能去走剑战的啊。好，人为五龙，这今天速度有点快啊，非常快。啊，出手啊，没有给剑战。这把女儿肯定是够了，对面。受到这么多伤害，大唐是被睡进去了，但是直接人为的小死，人为的舞龙。对面是不太想让你这个大唐被点。如果这回合真打出去的，真没有打出去，和尚笛子加伤到对面女儿肯定是死了。那其实一来一去的话还是有点差距的。这血一口一个一个回，明摆骗你。我这是回，这是回血也是就这样啊。虚名真言，想秒死对面大行，目的达到了。和尚可能也会换，和尚应该是活血，换是不可能换吧？你这换对吧？罗汉了，他愤怒肯定够了。这回合的虚弥也是仅仅能够守住对面物理系，出宠了，没活法系。打回血，对啊，这回血是的，这样回血，你的地符一毒就这样回血，这有点太慢了。五十回合不止，小组在打五十回合肯定是不止。但明秀这个时候宝宝推上金刚了，各方面的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，除非就无非是大唐死，对吧？这把我觉得明秀要点，这把大唐拉起来有剑斩，所以紫禁城这回合只能点法系，可以点法系，其实火法系点法系，点对面法系，因为但是也要把大唐血量给顶满，要不然你剑斩还是得死啊，特别是这个大唐。明秀现在没速度，肯定是要进攻的啊！没封地府、啊，封了女儿，人拉，啊来了，烧死点点法系啊，只能点法系，点法系相对来说好一点，活血，对面应该是剑斩的啊，小死挂没中，少了。紫禁城应该是剑斩的吧？啊，紫禁城应该是剑斩，九千九五九五，这血一个一个掉了，掉血也是一个掉，智火秒死，幺六三没触发，那这把点杀紫禁城小死亡没被挂住，很赚啊。始终女儿这个速度点还是收益很大的，对吧？你这样点死，你就可以延他法系了。那即便是回合，对吧？大唐死的话，大唐如果小死亡被挂中的话，两边互打针地府嘛，对不对？对面打针给观战地府，观战打针给对面地府，要不然会被同时延啊，两边谁都别想延，对吧？你这把针，真的女儿，
要没动，命不。三点零元也出去七回合，速度慢，地府快，速度没搞清楚，武魂没丢上，现在有体型慢慢优势就体现出来，把这个蛇一清就行。这时候对战方刚才看到对面物理器拿到速度了，速度紫禁城大王速度也是又开始丢了，经过持续的这个刷啊，这回合对战方可能要点啊，他剑斩灵元还在呢对吧，他灵元还在呢，所以紫禁城女儿，而且他女儿预判紫禁城女儿可能会出宠，地府不太会被封，所以对方点花是个好机会，看紫禁城能不能封一下地府啊，封一下地府就舒服了。因为紫禁城女儿没有灵元了，一旦点死了之后，对战方也能延长，对战方的地府可是有四点灵元的延长。下一点灵元的获得回合的话要40回合，所以换马也没用。女儿出宠啊，风化身，碎玉风啊，但被打针也不一定能中啊，果然没中，活大行了，对面点了啊。8400没活满，好，出现了亚金刚，小死点大行了，要剑斩，还是很少，这都不斩吗，兄弟？我操，这把暴击太他妈致命了吧！你说剑斩被空了也就算了，说这他妈横扫被空了，有点不太服气啊。他换马没有没速度，他预判你女儿出宠，他说这回合点你知道吗？他预判你的女儿出宠的。那被赢了。这回合对战方，哎，这回合紫禁城这边只能这样子啊、哦，只能这样子。女儿对吧，化身地府全部给对面地府丢无魂对吧，女儿给对面大王丢对化身丢无字经、啊、只能就这么一手防，要不然防不住的，那化身必清心咒的，化身没有理由不清心咒，因为对面化身的速度是全场的辅助啊，他是观战女儿一速，对面女儿二速，观战方这边化身三速，观战地府四速，对面化身五速，对战方地府六速，是这样子的一个速度排位。那所以说你这回合你只能女儿无字经化身，对吧？然后化身地府两个无魂给对面吃，啊，封了化身，那化身是肯定无字经的，啊，无字经地府，化身天金刚，紫禁城，哎，他是让你点吗？往脸之后，那让你赢，是让你赢吗？啊，赢了，啊，没丢无魂都没丢。让你赢了，让你赢，你这回合大唐太伤了，8回合他还能赢的，其实没有去控，封了一手和尚，准备把蛇清掉、啊、因为对面法师也是倒地的嘛，对吧？把蛇清掉之后舒服很多、啊、防止和尚去保蛇了。心还是有点大的啊！你仔细想嘛，对吧？你如果对战方只有一个大唐的情况下，他也可以完成点杀。你这边只有一个法系能完成点杀吗？很难很难完成点杀。即便用无相诛戮也好，但是你毕竟是被大克，所以对战方就说，其实两输出互死的话，明秀远还是有优势的，明秀远还是占据很大一部分优势，因为毕竟他大克你，他大唐伤害高啊，是不是？他能空切你，但你空切不了他。那下回合继续了，那只能赌了。那你这对吧？你这要延长太难受了。无字经点了，点杀对面物理系，无相诛戮点的应该是地府师傅都来回血，和尚出不了手，回了800。
连毒，这口连毒对紫禁城来说是噩耗啊！啊，不能有连毒啊！啊，无相出路，七千，啊，这血量死不了。看宝宝，宝宝应该是跟的啊，那边没蛇，只能跟。还能不能死？但没小这种小死的话，死了其实收益也不是特别大。会换吗？其实这时候紫禁城不能换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紫禁城换了反而不好，因为对面宝宝是成型的，你就换了对吧？能把对面大狼换死，但是收益点不是很大。对面女儿都可能直接点的对面大行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怕他换。还有地府比紫禁城地府更水的吗？有老王，嘿嘿，被我抓到了。换不换？还没换啊，无魂。哎，这个点换倒是可以，防止对面女儿点了。化身换也能死啊，化身速度，这个化身速度比对面化身快嘛，他肯定是活血的啊。没有用女儿换啊，不用女儿换，怕他也怕，你知道，怕对面女儿点了，我女儿换掉了，对吧？怕女儿点了，那我化身换是可以的，你女儿点了也没用。好，再演一把八回合，对战方法消气了，点拉的宝宝点了，好，平砍轻手，对面换了关照，换了这把女儿换不换啊？这把女儿换了吧，感觉这把女儿换了吧。这画面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，你也没办法。现在这画面就是这样啊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回血都是一个回。啊，女儿换了，这把果然女儿换了。七百没换死，化身应该是不会换的。誓言战敌嫁给了须弥，这是一只敏须弥啊！对面和尚活血活出来了，应该啊，一万一满了。这须弥换的，他妈大佬没换死，我操！啊，对面女儿可能要死啊，说实话啊，两千二。平砍，我操，他打完平砍，他在紫禁城的。在紫禁城的印象当中，这个是一只敏须弥，本来速度是比对面任何宝宝都要快的。那么紫禁城在换死大唐的情况下面，对吧？换死大唐的情况下面，这个敏须弥换掉他是轻不掉，大唐不会砍敏须弥。那笛子加出来，对面女儿是能死的。这回合血裂，裂砍。现在对面宝宝成型。场上蛇卵也在，大行倒地六回合，再换，再换的可能性其实很小，不敢换，风特技冲，地停，缠珠腿，对面和尚灵元比较多，四千五，无魂地府小死来袭，再点点法器，破保护，断穷巨线。九千五幺六三了吧，应该。我操，这地听差点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失火，没神。别随，应该随之不到，他力劈应该清虚弥的。别啊，别，顶流血，再压。两只宝宝是肯定拼死输出的啊，不管的啊，冲！杀！
这地厅一失血，差点啊，差点是吧？地厅秒飞，地厅秒飞的是裂开，那不是死两个人物单位，对面还有灵元，地府还能眼里女儿打针还是对吧？打针还是笛子呢？你打针还是笛子呢？你不打针被双眼了，叫你笛子，对吧？你笛子要被双眼了，你打针加不了笛子。OK 双眼，看地厅，那对面有罗汉，你地厅也秒不出花招。对面女儿死了，不过那紫禁城这边有罗汉，你能怎么样对吧？紫禁城这边两输出死了，你推不掉对面，现在是对战方也地挺很惨烈啊，双方打得很惨烈，很惨。啊，三飘只能赌三飘了，对吧？又是战敌。战敌，少里控的地府愤怒防了金青啊！观战先出手，秒地听2800没飞，血地听没了，要交了。这没飞，这搞什么？我日！啊，这结束，被干了。明轩打的还不错啊，其实啊，上 PK 输的话也还行。